人类文明在瘟疫中穿行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，人类面对传染病，往往都只能节节败退，直到疫苗的出现。近200年来，疫苗在降低死亡率和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每一种疫苗的诞生都意味着人类面对传染病的一次伟大胜利。为人类消除疾病提供疫苗，科兴从未止步。时代向前发展，人类的生命健康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。在多种疾病持续多年还未完全被战胜的同时，无论是 SARS 禽流感、手足口病，还是甲型 H1N1 流感、新冠肺炎，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一次次敲响人类社会的警钟。人类在抗击疾病的同时，也见证着疫苗拯救生命的奇迹。每一次在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压力下，科兴都挺身而出，快速投身防疫第一线，为中国乃至全球疾病防控工作持续做出贡献，是科兴赋予自己的责任。每一支疫苗都承载着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甚至整个社会对健康的热望。在实验室里，科兴的科研团队每一天都在严谨有序地进行着疫苗的研究与开发，寻找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有力武器。在生产车间里，符合国际化的生产流程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体系，保障着每一支科兴的疫苗都承载得起生命的托付。在社区里，当科兴的疫苗被及时的配送并安全接种在人们身上，它就即将为人们的健康提供有效的守护。通过高质量疫苗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与应用，科兴疫苗寄托着为人们带来健康幸福生活、为社会带来健康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。今天，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，科兴疫苗正在为人们预防疾病提供着有力的保护。面对未来，科兴将全力以赴，为全球人用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贡献。一道同行，为全球提供更多高品质疫苗，服役全球，让更多人受益于疫苗带来的健康和福祉。科兴为人类消除疾病提供疫苗。